昨晚住在卡帕多西亚附近的岩洞旅馆，清晨天还没亮就起了个大早，5:30就抵达此次土耳其重要行程的活动地点，进行热血喷张的热气球。由于卡帕多西亚的奇特地貌，源自于数百万年前的火山运动，古代雅盖奥斯山猛烈爆发过后，火山熔岩及火山灰喷洒覆盖此地，接着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沉积，于是形成了姿态特异的岩层与岩石风景，被誉为是精灵的故乡，感觉是只会出现在小说里的梦幻场景哦。想饱览卡帕多西亚的奇景，最赞的方法就是打热气球了。打热气球呢，必须要在清晨天未亮、一片漆黑的时候就出发。等到达热气球的搭乘点，天空出现了色彩瑰丽的晨曦，好美哟、哦！那很早。希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热气球一趟空中行程约1小时，每个人收费是200元美金，虽有点贵，但是真的很值得哦，绝对不是在原地起飞降落而已。在1小时的飞行时间中，热气球爬升至800公尺高，掠过山峦，带你从空中鸟瞰整个卡帕多西亚奇特的地形。平安降落后，马上来个香槟庆功宴趴，给每一个人一张证书，每个人啊默不直呼过瘾。其实还蛮高的。跟阿姨换椅子吧。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就再见了。要腿要好，要腿多对腿。在800公尺高的地方 ，maximum， 你最高没办法从卡帕多西亚。再下降了，我应该没有这么轻的东西。
下那个。他要不弄 depot 外的，看不，我那 OTP 去不弄，等你自己弄。因为这里的话呢，平常不会有人过来，然后就是不要很靠近点看。我们真的有靠近山壁了。的话呢，那个是鸽子或者斑鸠。手真是可以发财，懂？所以他听得懂国语，听得懂你讲的国语，沿着山壁走，对，他听得懂，真的，可是我是。现在靠近的看，因为这地方呢，放音乐啊，有节奏的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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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团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团
节没有做到，对不对？算是啊，大家热爆炸，大家没有，但是因为有车上面旁边就去拍照。我上次我同事有。Devlet abi o zaman. Please stand up. Sit down. I'm sorry. Tamam. Tamam. Biraz daha ileri, ileri. Biraz daha ileri git. Çok. Mike, senin direksiyonlar inmeye gerek yok. Sür ileri, sür. Hay mey yok. Bravo, bravo, bravo. 不从蹲下去看，他把它打开了，哎，把它打开了，我要把那个气放下，哦，热气啊，我速度人家已经完全，兄弟加油，兄弟，兄弟，张玉平快点呢，超重的，他千万没有戴手套，他把这个推到秋木庄，秋木庄 ，Thank you。秋千林，黄丽萍 ，Two three。OK， 来，这里来，来吧，来 ，Ready, ready, one, two, three。OK， 天使来了，来吧，来吧，来吧 ，Ready。OK， 来 ，OK 的话，我们可以上车，好不好？哎嗨，看前面啦！看前面 ，OK。嗨，看前面。耶！我们。
感想，赶快。什么感想？要大声讲讲啊！很高兴啊，高兴。来土耳其真的非常高兴，看到他大气球。现在我们在800公尺高的高空，一望无际，真的很漂亮。可以看看，今天天气很好，升空的气球非常的多。我不是要你讲环保，要讲你的感想，怎么样？第一次，很舒服。Then I will sleep. We also.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